2020年的冬天好静啊，疫情下人们静静地待在家里，没有了聚会，减少了社交，一切都那么安静。冬天的雪那么白，那么干净，它静静地飘洒，整个世界都被白色覆盖，一切都变得那么干净，那么安静。世界少了喧嚣，多了安静，只愿你我的内心也能分享那份安静。